请。请坐。王先生，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啊？宗伟先生，看在我为洋行出过不少的力，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死吧。哦不，我们谈谈，像朋友一样的，这么说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这次凶杀事件？中国有句俗话，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啊。我能拿着全家老小的性命开玩笑吗？要真是我杀的人，我为什么不逃走啊？我要真知道是谁杀的，我为什么不报告？在这儿我受他娘的这份冤枉罪。三掌柜的没有死啊，你可以去问问他，老王强是怎么个人。想当初办这个脚行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人肯出来为皇军效力的，是三掌柜的托人来请我。因为我爹是个老脚行，让我出面来办这个脚行，我答应了。怎么样，这几年成千上万吨的货物都是打我王强手底下过的，出过差错吗？您孙伟先生最圣明，咱真人面前也不尽假话。自从我为皇军办事以后，乡亲们在背后里都骂我是汉奸二鬼子，有的人还要把我干掉啊。我真他娘的是隔了屌蛋进菩萨了，疼也疼死了，神也得罪了。王先生不要生气嘛，冈村队长就知道杀杀杀个把中国人，这年头还不容易，那算什么英雄啊。他也不想想把人都杀光了，往后让谁为皇军效力呀？你总不能让警卫队都去开火车挖煤窑搬道串当苦力吧？那不是逼着人们跟皇军拼命吗？好了，宋伟先生，俺在临死之前想说的话都说了，是枪杀，是刀砍，还是喂狼狗，听便吧。王先生，你说的对啊，你是好人啊。坐坐坐。来来来，啊，让我们干一杯，啊！中国有句老话，人生难得一知己呀，啊！我可是一心为皇军效力呀，嗯。这么说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这次凶杀事件？我
依我看，只有山上的八路啊，才有这个胆量。八路，嗯，从山上下来的。对呀。嗯，你想想，枣庄的煤黑子、臭苦力们，谁会打枪啊？谁能有枪啊？嗯，好，王先生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啊啊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好。舒小坡，开门去。哎，哎，嫂子，王强怎么样？躺在床上。进去吧。哎，王强，老红。受委屈了，没什么，总算见到你们了。张司令命令我们迅速建立起一支铁道游击队。铁道游击队真刀实枪的跟鬼子干了。对，这次是张司令亲自派我下山的。你看，这是京浦县的兖州，凌城，这是临洮县，直通陇海县。我们根据地在两条铁路的包围中，敌人可以随时调用兵力进犯我根据地。我们吃了几次大亏了。你回到枣庄，迅速建立一支精干的铁道游击队。我们的任务是，敌人的兵员、武器弹药和物资全靠铁路运输，它是敌人的一条生命线呐。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插在敌人生命线上的一把尖刀，要不停顿地割破它、斩断它，破坏交通运输，消灭其有生力量，夺取枪支物资，支援我抗日前线。你们的斗争将有力地支援根据地的反扫荡啊。我什么时候下山？马上。你到了枣庄以后可找王强同志。王强？他是地下党员，在枣庄已经站住脚了，他可以成为铁道游击队的耳目。他的身份要绝对保密，要保障他的安全。司令员，我的水平你知道，是不是派一个你啊，你是咱们的侦察连长，不是困难的任务我会找你吗？啊你们建队以后军需立即派一个政委去，今后你们由司令部直接领导，通过齐村的交通员老周联系，王强知道联系的办法。这就是我下山的目的，真想跟你们一起真刀实枪的拼呢。我知道你日子不好过，可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再大的委屈你也得忍呐。鬼子的打杀俺都不怕，可亲人的咒骂、白眼、挖苦不好受啊，连俺娘也。老娘那儿你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兄弟，你千万挺住啊。嗯，我挺党的。往后
咱们不能直接联系了，得找个可靠的人。小坡，这孩子是我发展的党员，机灵，对党忠诚。嗯，好，他在车站摆了个香烟摊子，我随时可以找到他。就这么办。那天夜里那一枪是我打的。小坡告诉我，彭亮他们要夜闯洋行杀鬼子，当时无法拦了，只好暗中保护我。哦，他们还以为是李九帮的忙呢。哦，李九这个人你了解吗？在国民党杂牌军里干过几年，后来这支队伍投降了日本，变成了黄学军了。他不干了，这个人讲义气，枪法也好，就是在旧军队里混长了，赌钱喝酒睡女人，这个人弄进来不好办了。我想听到咱们一起长大的信得过的穷哥们彭亮行啊，还有林中啊，他们在铁路上都干过，扒车开车都有两下子。鬼子几次让他们去上工，他们硬是不干。今后咱们在铁路上干活，有他们能顶大事啊。鲁汉怎么样？是个刀架在脖子上不变色的汉子。嗯，就是见酒没命啊。慢慢教育吧。最近你没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吧？都知道我在关东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。哎，嗯，你对刘芳林老婆怎么看？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点蹊跷。刘芳林平时倒是个老实人，可都疯传这次扒车出事儿是他告的密。嗯，这年月人心难测呀。嗯，刘芳林死的时候戴个猴头帽，可我亲眼看见戴这个帽子的是个大个子，送松伟上的车。这顶帽子怎么跑到刘芳林的头上了？我琢磨着肯定有点故事。嗯，反正多留点神好。刘芳林死得不明不白，芳林早能不窝火吗？哎，你要尽快找个职业做掩护啊，领个身份证，没这玩意儿寸步难行啊。嗯，我想先办个探长，一来是让队员和家属们填饱肚子，二来有个阵地，活动起来也方便。这个办法好啊，这个买卖有利息就能赚钱呢，活动范围也大，眼下开探长的多呀，鬼子不会注意的。来来来，好，喝，来，实在实在，来来来，这卖香烟啊，卖香烟，哎，要烟吗？啊，不要。啊，卖香烟。同志们，今天咱们铁道游击队就正式成立了。就过去，咱们讲的是哥们义气，往后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，一切都得讲个纪律性。对，是是，我们要做到行动听指挥，勇敢不怕死，忠诚革命，永不变心。行动听指挥，勇敢不怕死。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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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，来，干。大家坐下。好，坐吧，坐吧。红哥，你说这革命是咋干的？是啊，咱们第一步就是要先搞到枪，枪，枪，哎，有了枪，咱们就能消灭鬼子。对呀，上级不发枪啊？咱们要让敌人手里去夺。
你晓得哪趟车上有枪啊？这个你能不说？三哥，小婆，宋理带着宪兵队来了。哦，你快走，弟兄们，出来欢迎开军。啊，走，好，走，去看，走，去看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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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君，太君，我们的认识啊，火车上说低的，就的你信不信？你都忘了？哦，是你的。回到家乡办个小小探厂，开张之喜，黄金光临，发财大大的。太君光临，不胜荣幸，请。魏军，王强遭打以后，执意的不干了，那些苦力的也不干了，洋行的货没人搬，粮食运不出去啊！你看，钟督军，不要只想做买卖赚钱，洋行事件一定要查清。高村君，无疑是那些煤黑子谋财害命，银元大大的不见了。哦，嗯，有人行凶。有人侧翼，这说明暴徒对洋行的情况很熟悉。宋卫军是有计划的行动，你信王强的话是山上八路干的。临枣地区是交通的枢纽，北去燕州济南，南下徐州，是连接京浦陇海两线的要害地带，八路不会不想到这一点。如果在这些地方组织一伙人专门破坏军运，这对我大日本皇军的胜战是很大的威胁。宋军有何对策？请港村队长马上去见小林司令官，要求派一名有经验的退役军官来洋行领导工作，对外经商，对内建立情报系统。宋卫军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中村君，你们商人不懂。宋卫军，请讲。再有，要求调拨可以武装一个中队的装备，建立临枣县武装护路队，随时应付出现的暴徒。嗯，很好，我立即去济南见小林司令官。宋卫军，买卖不做了，可圣战需要金钱的支持啊。你去请王强出来。请，懂吗？请王强出来，苦力们会来干活的。宋卫军，那个新开的义和炭厂究竟是些什么人？我有办法查清楚。有好炭吗？你老放心，请屋里看看货吧。哎，大侄子，哦，刘掌柜，你好啊，是你。李教导员，刘连长。哦，你们认识啊？本来嘛，在山上我们就是一个团的。那好啊，那就不用我介绍了。刘队长，有没有信让我带回去？没什么信。老周同志，请告诉张司令，
我平安到达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好好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坐坐坐，好好。盼了你好几天了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来，好，哎，山里怎么样？情况很严重啊。哦，鬼子人家竟掉进冰里，竟到我根据地。山里正准备翻扫荡，粮食、枪支、弹药都很困难呢、啊。上级有什么指示？不、哦，你还是那个侦察员的脾气。先看看你这的情况吧。队伍建立了，发展了14个队员，这好啊。探长生意还行，吃喝解决了。啊，大伙情绪挺高，就是没有枪。准备找王强想些办法。王强，真冷。美女，给。你害怕吗？就你能。大鬼子可是流血牺牲的。这年月在家里也不太平。对，参加游击队吧。嗯，这样干啥？做我的帮手啊。你叫你干啥就干啥，啥也别问。哎，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泄密，你能做到吗？那你呢？我，哼，亏你问得出。你怎么样？啊？你能的，俺也能。真乖，美女同志。瞧你。近期要我们马上把支部建立起来，对大家进行纪律教育。行，咱们仨加上小破，我看彭亮也可以发展了。哎，枪啊，关键是马上搞到枪。队员们决心不含糊，哪个不想杀死几个鬼子？可手里没枪，干着急呀。还是咱们的老传统，在敌人身上打打主意。可敌人哨兵、巡逻队都是长枪啊，咱们需要的是短枪啊。枪，我想办法。快，有人。走，快。去开门。谁呀？我。你好。你找谁呀？我的，来看看王先生。他睡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你在外边等着。哎，哈哈哈哈，弟兄们啊，喝酒去。我不像你啊，一人喝饱全家不饿。他娘的，这个年头你还想留钱盖房子啊。李先生，喝酒去，走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不会啊。哎，哪有男子汉不会喝酒的。我请客行吗？不不不，我真的不会喝呀。哎，李先生，今后跟咱没黑打交道，不会喝酒还能行啊？走走走。不不不，这酒喝多了可要误事啊。别他娘扯淡了，老爷饭可以不吃，酒可不能不喝啊。走啊走。是啊，再好的煤也要烧去杂质，才能变成火力强的焦炭呢。林哥，林生在哪？
哎，彭亮，出什么事了？林中的婆娘找来了，家里断粮几天，孩子又病得要死，可这混账发了工钱不回家，又去赌钱了。啊，哎，等等，我们一块去看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四五六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四五六啊，哎，一二三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干活了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看，四五六，来了来了，四五六，好，四五六，哎呀，看，再来再来，再来再来，哎呦，全是我的，全是我的。哎哎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哎，没钱下去吧。哎，娘的，干什么？我还要赌呢。哎，钱呢？就是你几个钱早输光了，没有，回家抱老婆去吧。哪位哥们儿借借兄弟几个好吧？借钱借，喂，对不对？借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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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你来你来，走走走。来来来来来，咱玩来，来，别这么真抽了，压压压，哎哎，把钱压上，压上压这个啊，哎，什么东西呢？别喊亲人了，你这是什么赌坊？就是嘛，铁蛋少过来啊，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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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可以啊，要赌咱们赌个精光，把裤子扒下来啊，对，八爷啊啊，八爷，哎呦哎呦，哎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有种，去让他来，去你妈的！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来，什么指数？是，来来，我今天就不信，妈的，快，四五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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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全是我的，来来来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好，行了行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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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咱们来来，进来进来来，进来来来，谁来来来来，我上我上，来来来，下我来我来我来，快快，就这么点，我上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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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进来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走吧，来来，好，来，一二三喽，我厉害，来来来，抓住我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走，快快，四五六啊，四五六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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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钱，说着没钱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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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去，来来，走。哎呦，我不去。一二三，拿个票。少耍无赖，你怎么着你？这老东西，这票子是假的呀！去去去去，老东西，没见过你这样的呢。小子，怎么着？你换不换？我给的是真钱。这老婆子，什么玩意儿？先生，你这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！良心，这年头良心都卖多少钱一斤？你他奶奶的！你这小子我摔，哎，我摔死你！你怎么没有啊？干啥？你干啥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大耍无赖，欺负人！快去叫人！哦，他奶奶的！哎呀，买了豆腐不给钱，还要倒找钱！陆汉啊，有你他妈什么事儿？你啊，你管你他妈什么事儿？你妈，你做的老子管定了你！陆汉，自我不能这么说！陆汉，你别老老！哎呦，去你的！回来！你呢？你他妈在等着你！都是你孬种，让这无赖跑掉了。大人啊，拿着，不能拿着，拿着不不，
峰哥，这，你们大伙看看，这两位好汉，多英雄啊！啊，一个不顾老婆病孩子饿，输得光着腚眼子丢人现眼，这一个灌足了马尿撒酒疯，在大街上行凶打人，多威风啊！啊，我们是占山的草寇吗？是血火拉杆的土匪吗？不是，我们是革命队伍，是铁道游击队，是人民的儿子，你懂吗？你瞧不起咱的账房先生，你骂他是孬种，你把他打得嘴角流血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和鬼子拼过刺刀立过大功的英雄，他是上级给我们派来的政委，政委那是代表党的。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，我是吉村人，今年27岁，读过8年书，还没娶老婆，自然也就无儿无女了。同志们都是铁路边上长大的，把火车如走平地，这是个了不起的本事啊，今后咱就靠这一招把鬼子的交通线搅他个天翻地覆。至于我，不瞒诸位，不要说扒火车，如今啊还没坐过火车呢。小时候在铁路边上走路，碰上火车开过来，吓得捂着耳朵闭上眼，没出息极了。我们不是草寇，也不是商人，我们从来也没想过在这柜台上想方发财。咱们是鲁南军区的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队伍，这是枣庄，这是济南，这是南京，我们就是要在这津浦干线临枣支线上活动，来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线。